小哥哥，小哥哥，答应送人家的皮肤可不能反悔啊。What？喂，妈妈，怎么了？你说说你多大了，能不能处个对象让我抱个孙子啊？呀妈，你着啥急呀？就你儿子这么优秀，你都32了，咱隔壁那小王今年40岁都抱上孙子了。嗯，妈，那不得碰吗？你碰20多年都没碰着一个，那碰瓷都比你频率高啊。哦，哎妈，我好像找到女朋友了。嗯，我让她跟你说话呀。你是不是骗你妈呢？没有。喂，阿姨。哎，你就是刘洋女朋友吧？嗯，对，我是刘洋女朋友。哎呀，你看这小声真甜。阿姨，是因为刘洋天天给我好吃的，所以声音才甜呢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阿姨，您就别催刘洋了呗，我不是在这呢吗？那阿姨还催啥了？你俩好好过日子啊！放心吧，阿姨，刘洋对我可好了，我也可爱他了呢。就微信了吧，妈？你有女朋友了，妈就放心了。嗯，放心吧，阿姨，我俩会好。哎呀，刘洋啊，这么巧，跟谁打电话呢？我妈。阿姨，哎呀，聊会儿。姨呀，我金明，你最近身体咋样啊？啊，金明啊，本来呀、阿姨身体不好，这不听到刘洋找到对象了吗？老开心了。嗯，他有女朋友了？你不知道吗？他女朋友就在他旁边呢。没有啊，我看着就一个人啊。刘洋，你是不是骗你妈的？不是，没有啊。哎，妈，别挂呀。哎，不好意思。哎，冷静，冷静，冷静啊。啥？你男朋友是海王？行，你看哥咋给你治他，看我咋治他。Hello， 小哥哥。哦，小姐姐谈恋爱吗？我偷狗粮养你啊。哎呀，讨厌了！我看哥哥的朋友圈是有女朋友的吧？哎呀，完了，被你发现了。不过没关系，我默默地爱着哥哥就好了。妹妹，你怎么这么好啊？浩哥，跟你聊天的话，你女朋友不会生气吧？好害怕呀，不像我，只会深深地心疼浩哥。没事，我不让他知道就行了。没事的，哥哥，他要是生气，我就给他道歉，不给哥哥添麻烦。妹妹，你放心，哥不会让你受委屈的啊。哥哥这么好啊，做你女朋友一定很幸福吧？那妹妹喜欢什么呀？哥哥送你啊，给你当礼物啊。哎呀，哥哥给我送礼物，那姐姐知道了，姐姐不会吃醋吧？你给姐姐也买一份吧，有哥哥这样贴心的男朋友也太幸福了。臭妹妹，说话跟抹了蜜一样。那你们谁呀、哎、没事。喂，哥哥，姐姐不会生我气了吧？像哥哥这么好的男朋友，姐姐一定很珍惜吧？还是妹妹善解人意啊。哎，哥哥，要不你来找我呀，我给你放位置行吗？好啊好啊。那好嘞，哥哥，那我等你啊。臭啊，这是你吗？不是，哥哥，你来找我，你女朋友不生气吧？你这个骗子，你他妈欺负我，你感情用的都我骗吗？分手吧。怎么了，亲爱的？你车上为什么会有别人的丝袜？说，这女的是谁？啊，她就是你。你别听他搁那瞎放。行啊，你1.59米是吧？你现在还留着前女友的丝袜，你是不是舍不得她？我有啥舍不得？找我呢？哎呀，你听我说呀，那丝袜是他之前落我车里的，我也不知道啊。那你是不是心里还有？开玩笑，怎么可能？老管，你要再这么硬劲，信不信我给你哭一个？怎么的？你是不是想哭啊？一想到他你就不开心是不是？我怎么可能？回忆总想哭，一个人太孤独，这段情节。别说那些没有用的，
我就问你一句话，在你心里是我好看还是你前女友好看？那当然是。What？ 哎呦我的妈！这日子没法过了，分手。哦分手！哎，你最好看了。不嘛不嘛，都答应人家了，就要那个皮肤嘛。喂，哎呀，出来看电影啊？我和我对象。我可不去，那不纯纯电灯泡吗？我连小岛都买一张。出来嘛！大周末的，我打游戏不挺好吗？捣什么乱呢你？你又没有女朋友，跟个男的玩什么劲儿啊？你谁说我没有女朋友的？你给我等着！喂，宝宝，哦，怎么了，老公？啊！哎呦，你什么时候找个对象啊？切，你等着，宝宝啊，想不想出去啊？老公，太热了，不想出去。喂，你不是带人家上台了吗？好好陪你啊，抱一下，爱你啊，老公，要再亲一口。嗯啊，就你俩会亲呐，我俩也会。嗯啊，哎，宝贝儿，怎么你抱着就不嫌热了？抱着你很舒服了。What？ 哎，能不能别秀了？哼，不说了，我要陪我宝贝开黑去了。你就领出来让我们见见呗。行了，你俩看电影去吧，我要和我的小宝贝儿甜蜜峡谷松台去喽。哎，这家伙有个对象就秀啊。哎，行了，先挂了。是你们想逼我的。分手吧。就知道了，昨天我生日你都不记得了。我记得，我都买好生日礼物了，但是我忘送你了。送啥了呀？我送你。我送你开心之外。你就编吧，道歉有那么难吗？不怪我，我兄弟老找我打游戏，那不是我的错。那谁的错呀？都是你的错。啊，哎呦妈！房主啊，换个歌呗。我看你就是不爱我了，你之前交了那么多女朋友。那不当时年轻吗？年轻怎么了呀？哎呀，房主换歌。你懂什么呀？成为电竞选手是我的梦想。你这梦想值几个钱呢？我把我的梦想做梦的三两餐，换来了后。行啊，你三天不打上房揭瓦呀？分手吧。分手快乐，祝你快乐，你可以找到。再见，你跟你游戏过去吧。哎，你别走，别走。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我。